兽人，你兽人，你兽人不该没理想，不该没有辨明实力，寻求正义与真理的心智。满了诡诈，满了歧视人的目光，本不是少女人该有的。心怀怀可憎之事的人，也不应该是宁少之人。宁少的人不该没有理想，不该没有志气。与蓬勃向上的旗帜，与蓬勃向上的旗帜。宁少之人不该对前途心灰意冷，也不该对生活失去希望，不该对未来失去信心。年少之人对自己今天选中的真理之道，应该有毅力走下去，实现自己。为神花费一生的愿望，年少人不该没有真理，也不该对虚伪与不义抱残，而是应该站住该有的立场，不应随波逐流，又敢于为正义为真理奉献拼搏的精神，奉献拼搏的精神。年少人应该有不屈赋予，黑暗势力的压制，有改变自身的生存意义的勇气。年少人不该是逆来顺受，不该是逆来顺受的，但更应该有胸怀坦白，应该有胸怀坦白，而且饶恕弟兄姊妹的精神。少人不该没有辨明实力，寻求正义与真理的心智，不该没有辨明实力，寻求正义与真理的心智。你们当追求的是一切美与善的事物，应该得着一切正面事物的实际。你们当追求的是一切美与善的事物，应该得着一切正面事物的实际，而且对个人的人生要负责任，不可轻视，而且对个人的人生要负责。